北京推荐给正在找工作或想要换工作，让我们能够事业或者是这个希望能够事业能够步步高升的朋友，这个都是绿钛金很特别的一个磁场哦。那我今天要介绍这一款呢，编号1307的绿钛金貔貅呢，好项链呢，因为呢它是福利品。什么是福利品呢？因为貔貅有比较明显的矿缺或是裂痕，但是这个矿缺或是裂痕是天然形成的哦，它不是后天造成的，那它不影响到我们的貔貅本身的磁场能量，只是呢它就是比较不好看，所以我们提供非常优惠的价格提供给能够接受的朋友哦。所以在镜头上面可以看到哦，它的这个绿钛金布满了整个貔貅，就是非常少见的，非常少见的。因为呢雕刻师傅他不想浪费这一个矿石，这一块矿石这个能够绿钛金能够像这样子布满了整个貔貅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呢他就把它雕貔貅。那它的福利品的位置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不好看，它是天然形成的，因为没办法，因为绿钛金的矿石为什么这么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常都会有这个貔貅，这个雕刻师傅他就是要避开这个，像这种就是没办法，这个是在因为它天然形成，它就很容易形成这一种这一种这个裂痕。所以绿钛金为什么它的量很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矿石的时候，几乎貔貅你要去筛选这个矿石，一个矿石来讲，在雕还没雕貔貅之前，它会都会有很多这个，那它要避开的情况之下呢，筛选情况之下，然后它的量，它这个品质好的东西，它就比较少了。那这个呢，这块矿石呢，貔貅这个是雕刻师傅他不想要浪费，因为呢它真的很漂亮，看灯光照射下，它几乎布满了整个貔貅，这么样漂亮的一个绿钛金，只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不漂亮，天然形成的，所以我们就推荐给这个想要这个四叶水晶，想要能够接受的朋友，提供非常优惠的价格给能够接受的朋友，这个是不影响貔貅本身的磁场能量的哦，非常漂亮，而且 CP 值非常高的绿钛金貔貅，推荐给大家了。